今天早上在床上睡觉的时候，地震了，就因为我下意识知道是地震了，因为我人生中已经经历过2次非常大的地震，所以我立刻就裹起被子，然后就从床上下来了。就因为当时是云里雾里，特别懵，也不知道到底是房子在震呢，还是在晃啊，也不知道。不要这样，我才刚来泰国第一天，度假才刚刚开始，而且我出来以后发现没有人叫，就是没有人喊地震啦，或者是一些反常的现象也没有发现，所以我估计，因为我住这块离公路有100米的样子，旁边又是大海，它到底是不是地震，我也不知道，是不是旁边只是过去一个比较大的车。现在我出来，外面又下雨了，按照天气预报，今天、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、大大后天都有雷雨。但是大大大后天我就走了，哎，我是大大大后天还是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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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后天还是大大大大后天走？总之下雨挺好的，我特别享受在一个海岛上有狂风暴雨的夜晚，我觉得会睡得特别爽。我第一次经历在泰国的狂风暴雨，是我第一次来泰国的时候，我住了一个通铺。一个床位只要20多块钱，我睡在靠墙的那一边。有一天晚上，泰国曼谷下大暴雨，就是电闪雷鸣，而且都声音特别特别大。我在网上睡觉的时候，我就被吓醒，然后我们那个门像是凉席做的门都已经弯了一半了，就我当时就感觉完了，我要死在泰国了。但我想了想，好歹这也是个房子，对不对？应该运气没有那么差，这个房子质量没有那么差吧？我去摸那个墙。那个墙也是像凉席一样，就是像草席那样的东西，我就把手一推，我的手就伸出去了，我的手就伸出去，我当时觉得我死定了，我美好的青春就要在泰国画上句点了。Morning, was there? Sorry, was there an earthquake this morning? Was there an earthquake? No, no earthquake. OK，刚好因为今天天气也不是很好，所以我就不准备出去了。刚好跟大家介绍一些比较实用的东西，如果你要来泰国或者出国旅游的话，你可以考虑带上它们。除了我们知道的什么护照啊、洗漱用品和换洗衣物以外的其他的一些实用的东西，比如说第一件是。一个小的包，这个包是我一个泰国朋友送给我的，还有这个包是如果你，因为你不可能去哪儿都背着你的书包，所以如果有一个这个包的话，是让你把一些零钱和护照基本的东西放到里面，就方便很多，也不用背很重的东西。但如果你要单肩包的话，也可以，然后刚刚那个小小零钱袋。这个零钱袋的目的主要是因为在泰国还有英国这种硬币超多的国家，这个硬币你又不可能完全塞到自己钱包里面，因为它会特别鼓，你可能钱包都没有办法合上。你带一个小钱袋，实际上会方便你把这些硬币都收集起来，然后挂在书包上的话也不会很沉，因为如果你都放在口袋里的话，你硬币又很多，你的裤子就会一直往下坠，你就不停地提裤子，不停地提裤子，所以拿一个小钱袋实际上还是蛮有用的。第二个呢是一副耳塞，我现在在用那个耳塞，我已经打开了。这个是一副没打开的，我大概戴了5、6副过了，因为这个东西很容易丢，它很便宜，你不用没有必要买某一个牌子的，因为现在淘宝上大概可能就几块钱就能买到几十副的样子。因为我们在飞机上，不还是在机场，还是在公共交通上，还是在住宿的地方，安静程度是没有办法保证的。如果你是一个很讨厌吵闹的人的话，我觉得耳塞是非常必要的。然后是一把扇子，这个扇子应该是这样的，这个收起来很小。就经常我们可能会参加一些乱七八糟的集会的时候，或者是展览的时候，他会给你发这些，他会给你发这些扇子，很多扇子都是可以折叠的，它折起来也很小。在泰国这种地方，如果你订的房间不是有空调的，或者是在你出去转的时候，可能带上这一个扇子是蛮方便的，因为我这个房间是。没有
没有空调的，是风扇的，唉，所以就然后这是我的医药包啦，就是医药包里面，当然除了大家常见的那些药物以外，我主要推荐就是带一个防蚊的喷雾，或者是这种抹在身上的液体。这是我在在美国买的这个，我不知道多少钱，但是它非常好用。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，你在泰国买应该也行，因为我看在 7-Eleven 里面有很多这种防蚊的驱蚊的喷。然后就是这两件东西，一个是笔，有很多就带一支笔没有什么用，因为你也用不上，你又不可能跟别人写字沟通。但这个笔不是给沟通准备的，而是在你在飞机上填入境卡的时候准备，因为借笔真的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，所以如果你自己准备一支笔的话，就不用这么多麻烦了。然后另外一个是卡手机的，就是你在酒店里面，如果你不想出去，在房间里面想看个电影什么的话，你就把手机卡在这边，你就可以看电影，或者是这样子。它就而且这东西也很轻。最最实用的东西来了，这个东西是我无论在国内还是出国我都会带的一个东西，插线板。有可能觉得插线板没用啊，这么大哎，这么重，你带它干什么？但它真的非常有用。国内很多酒店它的床头是没有插座的，或者是它床头的插座只有一个，如果你要同时进行一些插电的活动的话，就又掉了一个果子。如果你要同时进行一些插电的活动的话，就很不方便，因为你可能要移步到那个很窄的书桌的方向去。所以带一个插线排的话，能够更方便让你在床上进行多个插电的活动。而且像我买的这个是小米，它下面还会带一些 USB 口。这样的话，你实际上你带一个插线排，你是可以不用带那些，比如说手机的充电器的头。总之，你可以在上面插很多东西，比如说 Kindle 一个，手机一个，相机一个。然后其他还可以准备几个，而在国外的话，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实用啊！就你可以买小一点的，在国外这个非常实用，是因为，很多国家它的插口的规格不一样，那你买一个正常的插口，比如说这个是泰国的插头，然后你把它接在一块儿 ，bam 就有一个可以插国内充电装置的。上面就可以插国内规格的充电的设备，所以这个也是我真的是强烈推荐，我不管去哪里我都会带着这个插线排。但是如果以后有更小的选择的话，我可能会买个更小一点的，因为这个还是太大，我可能一半就够了。我应该是把香水放到了我的洗漱包里面，然后香水漏了就沾到了牙刷上，哎，然后那个牙刷一时半会有洗不掉那个味道，所以现在我满嘴都是香水的那个苦味儿，哎。